Hello 啊，良心商人，看看你这有没有？有，它有这个 TNT 药水。众所周知，TNT 方块里边最好玩的东西就是 TNT 药水。我就在你旁边直接扔了。哎，你看，我天，我以为扔出边界了，干什么呀，小苦力胖？我可以拿这个药水搭路的，而且是有材质的路，大家看明白？有材质的路，遇到绿宝石什么的，我可以要。像这种材质，咱们不要。全是铁的这种东西呢，咱们就不需要了啊。起步都得是钻石。我们再往哪里打？应该是伸向空岛外边的世界了。哦吼，还给搭上去。我知道了，往我自己身上扔。好家伙的，一瓶好东西都没有。二楼十年单身，换我一个好东西。二楼十年单身，十年单身，十年单身，黄金不行。哥们儿，钻石什么的真的没有吗？我买到了一百幸运值的假药水，朋友们，这个 TNT 药水是假的。我把那个奸商干掉啊，那个是个奸商啊，这家伙给我铺出一条彩虹大道来了，真该死啊！下去，用刀都嫌我这个刀就浪费。我跟你讲，开开方块，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惊喜。一把剑啊，很普通的一把剑，干什么的这是？巨型小僵尸，我现在想整一把那种攻击力无限的，或者说跟就是能指令杀的剑一样，类似于清除剑那种东西。不知道上面有没有法老王方块，不太确定。我去，这啥呀？哥们儿，这天梯爆几次啊？吓死我了！我以为我挖到无限 TNT 了。没完没了的炸，哎，这是一个防爆炸的鞋，还有一个远程武器，这个攻击伤害30多啊，30多可以拿，反正火把我觉得没什么用，反正我有夜视嘛，有夜视咱们就不需要火把。哦，他自己爆了，带伤害，伤害还行，我去，主要是这爆炸呀，这什么？一发核弹，直接炸出这么多的，哦，我的天哪，方块所剩无几。这一抬头，一个大核弹下来了。刚才开到核弹了，说明咱们，怪不得有爆炸的声音。不会又开到了吧？打飞，打飞，直接打飞，卖啥的？哎呀，你早点来就好，我就不用去那儿开煤矿去了。这些可以不用要了。应该没有核弹吧？别吓唬我啊！核弹应该是没有的。下边这几个方块都开了，一个不浪费。呀，下天梯了啊！下天梯了。那么这个应该就是，比较靠下的空岛的最后一个靠下的空岛，这啥？下面是禁止下雨，别看了，下面是禁止下雨。哦，这，好，我看这个方块我好像有点眼熟，大家眼熟吗？这不会是生活方块吧？耶，飞起来了，它给我上下颠倒了。哎，我再飞，刚才我的上下左右是反的。所以我刚才摁了两下空格，居然跳下去了，我就无语。再来一桶牛奶，这应该是生活方块，没错。那这里的方块一个我都不想浪费，这样先捡起来。不，果然是生活方块，怎么全是-100的？哇，这个作者坏得很，兄弟们，看来我要给他动动手脚啊！不要怪我，是作者先使坏的啊！这么好的方块怎么能是-100的？你这不暴殄天物吗？呀，完了，它全是单独-100，我只能收集这么多。还好有48个，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？防爆鞋可以扔了，这镐子也可以扔了。然后现在拿钻石块。啊？那它是怎么负的呢？只能加负数是吧？那负的咱不要了，这48个正的我留着慢慢玩。这里边就有攻击力无限的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呀，怎么上来就开出个 boss 啊？无敌的精英怪还是？这怎么搞这个？这是个 boss 啊？看一下卡没卡，有可能是我卡。嘿嘿，果然是我卡。一个猎人怎么能无敌呢？那太 bug 了，对吧？记得点赞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明天见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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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.